即马爬开到伊个制高点，哇，视野真好。对面遐敢嘛一个庙？下骹停车场，啊，佮有花旗墓，啊，即间就是拄仔看个王公庙啦。姓王公啊，姓王公啊，圣王公啊。啊，这应该是伊的，这间应该是伊的哈，香客大楼。风景袂歹。对啊，好，行。这就是伊的。嘿，你要搬大件的，平常时无法起舞好看，会当开起来。那个手印了，应该是从非礼物物事，非礼物言，非礼物事，非礼物听。嘿，三只猴子在，刚未想要啥？非礼物事，伫个佛祖的手，非礼物动，拢总是这样。嗯，也说听看嘛，啊动。好，开店面看卖。欢迎开菜。嗯，青羊、白羊、红羊。三只羊哦，一羊是一羊，三羊，青羊、白羊、红羊。早起会开。嗯，这站较早开，已经落个。那个迄条全部偌济，这都算开遐尼足水的。系啊，我记得这多长诶，你看五月开始，这应该三月中来足水的。这阵都多长诶？今麦四月初。有诶拢还袂开啊，有诶拢开过头去啊，就嘛是歹按手。迎宾大楼，你若平常时无要看樱花，会当开起来。再过一丛，伤近无好看。哇！咧整修，哦，这壁画，系啊，立体的哦。有打磨，这有高架道路，嘿，这边佛的，这边道。八仙，八仙啊，八仙过海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大概在中国，大概飞。啊，达摩，去拐杖有葫芦的。还有地藏王。地藏王的达摩。金刚。过来接啊。济公，弥勒佛。其他都唔知呀。要下，无下。啊，这就福禄寿啦，吼、哦，多子多孙。嗯、你家孔子、老子，三羊开泰，里面有三只羊啊。青羊、白羊。一间，真大间，咧整修。那个无极天中殿。无极天中殿，行义路，学理门。哦，我当作伊是对只行起来呢，结果伊头前则是无路，是一个拱门。嘿啊，算迄落啥牌楼。啊，
哎，电拢要整修。我当初是对这冷起来讲，你这拢要整修。啊，这个请去得用啊。嗯。哎呀，遐房有这个壁画吗？好滴。好啊，等下我再去看。哦，这是上高的，来看卖。哦，这才是真正的制高点呐、啊。也这门有遐二百。系啊。有遐起，起起。咱一开始落花旗木的头前，就是对遐落的啊。好在伊也都看咧，你后面要行去，所以花旗木爱为左边去。系啊，爱对咱行遐。你这二百，你得迷路哦，迷路哦。除非你要。要拜拜，要参拜。嘿，你无要看花旗木的时候，你得直开车起来啊。啊！若要看花青木，你就是爱停在下骹。伊这拢上过大楼吗？伊拢要整修。嗯，拢要整修。这个是一个礼堂吧？大概一个礼堂。这参拜的所在。哎，出点什么电影？好，来内底看卖。这边同款是无极天中殿行义路学理门天机阴时上面禅发真道度大众，忠义顺势宣布庙，忠义顺势宣布庙，金幻迷失，哎，忠啦，够给人骗哈。迷糊啊！一中啊，几两片吼。啊，中啊，伊遐顶个嘛是一个标志嘛，中间一片。这边嘛，阁有壁画，来看卖。白羊佛子。要一个仙女，观音。白吉仙、蓝吉仙翁，还有广东。另外，这坐底下这是什么人？周文王。哦啊，周文王边啊关公啊。有啥字啊？周文王、关公，还佫另外迄什么帝？较近的看卖。右上角是赵君啦，右上角是迄个圣母啦，迄个妈祖跟千里眼顺风啦。啊，下骹这個玉子啥？玉子街孔明，这是孔明。啊，过来顶面是舜帝，禹帝呀。啊，过来尧帝，尧舜禹，玉帝，玉帝，啊个禹帝。张飞啊，啊赵王公啊，赵君啊。赵军，啊！这广东免看就知啥，所以免行个。啊！这周文王就是迄落啊，有无？《封神榜》个啊。嗯。啊！这头啊。麻姑献寿。麻姑献寿，看写。无写，看就知影。你叫啥字啊？啊！这观音，七仙女。七个，是这边七啊，再个南极仙翁，这边个两个啊，南极仙翁，啊，这是景德啥？景德行中千圣啊，赵军师啊，赵文公啊，赵文公啊，关公，应该是。诸葛亮。哇，这边阁有诶。弥勒佛。哦，写卡条简介。这里啊。天道圆流。搁家己看，伤济啊。看无话，伊拢字。看无是看无伊意思尔，字是看有啦。哦，孔子啊，我个人看了孔子，
迄边开始啦，弥勒佛普渡三朝收援之盛会。好，我遮袂当去伫施工中，哦，啊无伊遮多好规片个啊。应该是王母娘娘吧。王母娘娘的款，好，才看无，行。这边阁有一个鱼池，麒麟上下开是观音，观音神像，啊，这麒麟，哈。啊，这怎么讲？这应该是迄种五谷圣地。看起来呢。嘿。今天有这种鱼仔龙鱼，等下看有时间下来下脚看，好行。头前一尊，它是盘古，这个盘古。当人知影这尊是啥物，现在是盘古还是嘛无像五谷圣地？五谷嘛是讲蛇啊。拄我迄尊是伏羲啊。伏羲啦，交你我是兄妹。炎帝啊，炎黄子孙，炎帝，伏羲啊，皇帝的是皇帝啊，轩辕氏。山羊开泰，青羊、白羊、红羊。这是公园吗？是啊，是公园啊，你位会较入口去吧，就到这。好。伊只厕所真济，好，等伊等伊整修好才过来。